好啦，欢迎关我们这小英雄时刻，叮叮，接下来介绍就这个，终于来了，跑到下面来了，卡面雷达ガチャドデラックスクロスホッパーホッパー，然后我们看到我们弹珠人，然后这个是变成超级帅气有烫金的，啊，这个也是那个如果拿来玩也是有点那个痛痛痛的感觉，后面的游玩好笑，然后也蛮旁边的东西，因为它就是吊卡。我刚才这包装挺好玩的，直接变吊卡，这个要看仔细有点困难呢。那这边就是插卡下去，然后嘎枪 哦这边啊，这边要先插火火八弯哦。哎，为什么要直接写三四？啊，一二在哪里？这边直接写三四，那个插卡片，然后。一二在这边啦，插卡片，然后就是把 Grosshopper 插进去那个 Tenliner 里面，接下来就插在腰带上，然后就可以拉我们以往知道的把手，然后 Hopper One 跟 Tenliner 一样可以有自己的一些声音，那 Hopper One 这种声音不会发光，好，这边就是有五句，然后再加上合进去好像有一句，可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真的只有那几句，我们就来给它打开。有什么胶带怎么样粘回去？哎，胶带好像粘回去。哦，原来这边还有一条胶带，怪不得。好了，打开，要小心打开。哦，好险没事。哦，这样子可以看到近乎全身的那个普拉奇娜嘎卡多。这样看很帅呢。哦，这个好金哦。我这个整个很电镀金的感觉，他把他电镀色移到金色去了。哎，里面这个东西吗？哦，没有。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小盖子，先拿起来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卡片，有烫金字，好像还是偏薄卡，没错。德拉克斯都偏薄卡。那我们再来看我们弹珠人 Crosshopper 本体。哦，这个直接有个弹簧怎么回事？到这边就卡住，然后再上来它就会自弹，它就这两段而已。欸，不过你往上搬这样自动弹下来蛮帅的，瞪。然后他眼睛这边有一个 X， 之后这个是他的触角，所以这个 Hopper X Crosshopper 的触角，其实这边也有触角在这里，然后整个都有放心冲，他这个肩甲变得有点像那个 UFO 的感觉，手可以动，欸，真的好弹珠人，然后手可以动。然后中间有一个 X 型弹珠，然后眼睛有涂装，我爱涂装就光这样就三个颜色了呢。然后全身金色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块是什么东西？有一块图钉呢？啊，可能是拿去按那个 Tenliner 的按钮之类的吧。啊，这个就是这个电池盖，然后这边就是电池的那个小按钮，按下去可以打开。啊，这个应该是重置按钮，然后的喇叭。下面其实也没有什么开关呢。欸，这么说它怎么有声音啊？胸口 X 是按钮哦，所以可以这样拿着，然后就按下去，有种感觉。然后它的手里面就是有空洞，哎呦，手螺丝，哎，它手是球形关节，所以很赞，你可以这样打开，可以这样合起来。然后可能用这个姿势会比较好插进去啦。那我们就来召唤腰带，还有 Tenliner。嘿，然后启动开关。那我们来听 Crosshopper Hopper 的声音。Crosshopper Hopper。好怕吼，好怕，好怕，这声音好玩。好怕，十度，十度，好怕，很开心。我跑完你的声音超多的，是不是有十句啊？好
那就回到这边，可是老爸，我跑完你的声音好多，长按有没有？好吧。嗯，长按没有。然后我们的，真来呢，来呢。那要先插卡片。好，这个卡片 R 卡版的可以这样子合起来，那我们要先插进去，对吧？等一下看一下，应该是插进去没错吧？对对对，先插卡片进去，然后再来玩合体。就会嘎卡嘎卡，这个上面的尖角好高、哦，那尖角超高的，这么高，尖角超高的，要推到这么后面去，才可以看到它那个尖角。然后这边就是这样插，不过这个插下去的时候，变成那个背景音乐太多了，这边都听不到。Hoppa on， 然后 Hoppa， 然后这边才嘎卡 on， 嘎枪口，嘎卡。嘎恰嘎恰，普拉奇娜嘎恰都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这边其实有声音，但是刚刚腰带的声音太多了，都折掉了。这次不要给他有，先插腰带好了。然后原来 Hoppa One 头上这里有个按钮，这次直接给他那个装上去，而且现在才知道这个手手啊要摆到上面来，做装的时候摆到上面来，然后摆在下面的话你要硬插下去。这次我们先不要插卡片，然后先来用这个合体，打开，这个打开，然后弹珠人就装着完毕，然后这个会自己翻下来。不过这个按钮到底是在做什么的？真的是拔出用的吗？这个按钮真的不太确定是来干嘛的。拔子拔起来就却变成另外一个状态，拔起来也是会闪灯的。毕竟这个按钮，这个会有反应，是用这个扣的。但我不太确定喂哦原来如此，是上面这个按钮了，这个按钮按下去就会盖起来了，所以不是用手扳的，因为不是用手扳的，是用按的。可是为什么我插下去的时候它也可以直接盖下来呀？这个就不太了解为什么了啊？难不成是里面这个滑槽进去的点吗？也不太确定。这次用一样有比较吵声音的版本。不小心插进去了。
好像就完成了。突然发现这个 X 没看清，这个箭头嘛，是箭头嘛，没看清楚，看起来有点像叉叉音，那个很像是那个大鱼的小鱼的那个图案，那个表情符号。比赛。他必杀是讲什么？普拉奇纳修头还是什么东西吗？再看一下说明书。我刚刚发现它有两种变身模式，变身方式，一个是你那个 Pandana 已经插着腰带的情况下，然后卡片插进去，然后翻开盖子之后把 Crossover 放进去。还有一个就是刚刚那个卡片先插进去，Crossover 放 Pandana。然后再把整体插上腰带的方式，再去拉手把，就是动作不一样，但一样都可以变成。然后这个我很惊讶的是，它居然有17句，歌手把17句都在吼啪啪。然后啊，必杀技游玩一个就是这样子，直接搞枪口，然后就普拉奇纳修透，真的是修透。之后这边是开始变换不同。那个 Kimi 去做变化，像这边就是用边就是变 Brida Mammoth 这样子，然后跟他这个 Angelio，然后就可以去 Gachanko 什么 Plushina Shuto Fiba，就是开始用他剧中会用的多连联合。不过这样子的话，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到像剧中一样什么四五次之类的。然后这个形态也是有台词的，有4句。嗯，好像是一样的啊，就是之前天奈娜的孩子吗？而且跟我之前猜的一样，真的是按这个改日。嗯，他真的就是跟之前一样的那几句，直接都天奈娜负责。而且仔细一想，刚刚发现好像说，其实几乎都是靠天奈娜在发声音，对，因为 Crossover 好像单纯只是插进天奈娜的里而已。然后就只有，可是说把自己本身的声音这样子，所以其实都是他自己的声音。那我们再来听一次必杀。然后把它叫 shoot 后，然后我们来，这都拿不出来，给它试其他卡片的联动，像剧中一样。现在刚刚听到 Mammoth 跟 Angelito，我们就可以给它插进去试试看，那个洞变得好难找。原来他还会有 Hoppa 跟 Rina 这样子声音，然后他会把名字唱出来。那像这样子的话，我就会在想说，好奇说他如果插更多张别的呢？例如像把那个后来这最佳的这几个全4张插进去，就像剧中一样这样子试的话，因为现在已经可以无分数字了。you
不行哎，他会像聚众一样疯狂连插哎，你把卡片排出来的时候就不行了，还是说他有别的方法，一次插多那个一张一张换之类的方法吗？要不然这样好像不行哎。说明书的话，他有没有提到张数啊？嗯，说明书没有提到张数哎，所以真的只能用两张了，我不能像聚众一样疯狂的插。我当时就是很好奇，就说是不行了，结果可能真的不行哎。啊，怎么这样？单张换呢？不行哎，真的，你只要拔掉，它就已经没有反应了。这样子好可惜哦，其实只能用两张而已，然后只能用两张去做那个，给它配合，然后变化，要不然这样子的话没有办法像聚众一样一次用好几张，太可惜了。原本以为可以像聚众一样那么的猛的，可以直接连用，结果好像还是不行，只能还是单纯的使用两张，这个是可惜之处啊。然后我把直接拔起来就好了。那我们再最后一次变身，那个东西要先撤离。现在超帅模式跟超强的形态，然后呢，最近开始一直在地上滚了吗？太可惜了，开始在地上滚。话说叫普拉奇那修头，是不是因为像在踢足球一样的动作踢的？所以就是踢出去，然后呢后 crossover 在后面再多补一脚。虽然说在游玩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或者什么之类，就是一样，可能就是插下去变身这样子。不过它多了一个卡片变换之后，有放不同必杀技这样的联动，算是多了一个新玩法出来。虽然说它比较单纯，就是把名字全部唱名出来。不过如果能像剧中那样子发挥，可能会更好了。啊，这个，然后后面这个声音就会开始。然后像这个猴八万呢，是不是就是一只很可爱的东西？然后手可以给你动，所以意外的感觉起来变成说有一点点稍微不同的变化，可以玩，可以做那样 kick 的猴爬，cross 猴爬，你就这样了，阿爸哟。靠近的离开。